老公，我现在才来，等你很久了呢。没有啦，我在田里忙到刚刚。好啦，不过你了。不会啦，上菜。老公，啊，吉祥部落只剩下你一个年轻人吧？对啊，大家不是都像你一样，不是跑去当职业军人，就是去外面工作。当兵虽然很累，但是最起码有稳定的薪水，也存了一笔收入。那你嘞？没有想说出去外面工作？没有啊。我留下来帮忙。等卡路带，你昨天不是有找人帮忙打了？上次收割的钱还没付清，就该开黑。哦，打完我告顾。
我们这样来得及把工作做完吗？Ano sa iya sa pagkawit ni Tariw? Pasakayahan na sa kinaparaan na. Kasi na sa akong liyo siya ay atin eh.老公，明天休息好了。现在怎么都没什么鱼啊？
小凤，干嘛都不说话？这是我的名片，给你参考。请问一下，你认识那块地的主人吗？那块我家的啊，怎么了？你家的地哦，看来那块地好像都没有在耕作了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把那块地卖给我们，我可以帮你们转卖。没有啊，没有兴趣。哇，好啊，没有关系。啊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电话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再打个电话给我。好啊，不客气，谢谢。大鹏，啊，你爸知道这件事吗？自从阿公走了之后，收成就一直不好。也欠了一些钱，现在林部落的人都不想帮忙。如果没有亲戚可以打听的话，大鹏，我可以怎么帮你？